严格取缔酒后驾车，同时想到一个极具创意的想法，吸引行人及驾驶目光于下班时间大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勤务时，利用新型产品 LED 背包向民众进行误酒驾交通宣导，果不其然成为吸引的目光。远景化身萤火虫，利用路人指引一条安全返家的路。路过的民众本来一脸困惑，想说圣诞节都过了，怎么马路上还有那么多绚丽的多彩的颜色？原来才发现是 LED 灯光闪闪发亮，目光都忍不住转移到远景身上。